洗干净就剥出来，把它切碎。里面放些盐。菠菜汁一勺，给里面再加些水，这和上来都是一斤面二斤水，搅拌均匀后下一个小时，中间多搅几次。菠菜里面放些红萝卜、鸡蛋、放些胡椒粉，给里面倒些油，搅拌均匀。给里面放一点盐，过去刷油，锅热将面糊倒进去，转动一下。你看四周炸起来的都可以翻，菜倒到上面，给大院倒一点面糊，热过了，用手一捏，摇动一下，又刺刺上就翻得过。落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，要不然就松不好。看起好看黑，也好吃。现在让大家看一下，才绿色的。美极很。这个好香呀！嗯，妈，这个做吃。你先吃，妈妈正在给你做西红柿鸡蛋汤。你吃一会儿。我要你大碗。妈。嗯。什么时候可以弄好呢？马上。还有几分钟？两分钟。来，看看蛋。蛋给。给我多要。